男子蹲在马路上，以低角度往上拍，为了把这一大面炮仗花墙全都收进镜头里，他或蹲或站，几乎就要踩到双黄线上。后方车辆经过，他也不怕。还有这对情侣有备而来，先摆上自拍脚架，男友帮忙瞧镜头，接着倒数秒数，滴答滴答。只见他手刀冲到对街抢时间合照，一次两次来回穿梭马路。他们为的就是这一大片绵延好几百公尺的炮战花墙，自拍取景还不够，还危险站在马路上拍照。但这条119线道经过车速快，一不小心恐怕发生意外。有一点危险啊，因为双黄线啊，这车速下坡又蛮快的。说都会劝导，不管谁看到就会说啊，不要站在那边，尽量靠山上去，或者有没有，不要在路中间。来往车辆可不长眼，不要以为马路上爱怎么拍就怎么拍。警方说，这样的危险行为已经触法，站在快车道拍照，依道路交通法罚款300元。为了拍美照换来罚单，甚至发生意外，可不值得。记者詹品宏 SNS 小组苗栗报道。